这是在做油门踏板的检测，油门踏板传感器的检测。这是两个通道，通道一3.75，通道二1.几伏。对，这有杂波。油门二有问题了。油门二是油门一，那个是。那个是油门，蓝色的是油门。油门二，电压低的一个是吧？看见吗？油门二。哦，对。